我觉得当一份好意变成理所当然，感觉蛮复杂，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好的。日前有网友准备了便当在台北车站发给游民，没想到却因为过程中不小心漏掉，便被游民大骂，让他感叹好心被当作理所当然，心内的感触也是百感交集。这边没有，让我给你们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就好。百感交集。我觉得当一份好意变成理所当然，感觉蛮复杂，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好的。